其实我在华灯的时候的体态跟现在，你很累啊？没有啦，就是对。还是你刚睡醒，没睡饱？有，加油加油！是很少紧张，对，很少什么？比较少介绍，这样子介绍，把它当气象在报。对啊，哦好，这个就是我在华灯的造型，然后其实跟现在的体态没有太大的差别。然后出道前就是哇，对，然后那个时候是比较有在维持健身的习惯，所以就是会比较，因为我觉得运动是真的会让你会反映在你身体是很明显的，而且会让你的身体真的就是，如果你吃的健康，还有维持运动的习惯，就是你的身体会变得很轻松。嗯，因为我也有尝试就是要吃胖，可是我吃的是比较不健康的饮食。然后你的身体的负担其实会真的会蛮明显，你会很容易累，因为你身体要一直去代谢那些垃圾的食物。嗯嗯。对。然后现在没有什么运动，所以就会看起来就是比较没有什么气这样。所以运动真的很重要。那位哥哥说叫你脱衣服示范一下举哑铃。哦。脱衣服，我现在。喂。好。好。喂。好。好喂。好喂。我是说举哑铃哦，不是脱衣服，要大家动脱就好了，不要举了。对啊，我也是。我们现在没有肉，里面是没有了，没有了。不是你翻一下，我们干瘪。对啊，我们看一下到底有多干瘪啊。转给西梅姐看。好啊，好。发黑，干嘛？真的很干呢，都发黑了，而且他年纪轻轻的穿发热衣耶，很冷，很冷啊！今天很冷。对啊，你要不要看一下人家姐姐们？对啊，对啊，都穿这样，你心态真的是很虚耶，粉红色哑铃哎，哇，对，因为就是你喜欢粉红色，对，就是因为前阵子疫情，就是都待在家里，然后其实还是会觉得身体还是要运动一下，然后我就有去。定的那个哑铃组，还有买平板椅在家里训练，然后就想说这一次可以稍微让大家就是可以示范几个动作给大家，就是在家里的时候可以做这样子。我的话，我是习惯就是如果练，因为手臂有分肱二头跟三头，还有三角，然后我的话手臂肱二头的话，我都是就是我的手肘会贴近我的腰，然后是会这样子。就是下放的时候是吸气，然后上举的时候是吐。你确定？对，因为是用力的时候，我没有请过教练，我都是自己。真的？真的？自己练练都很厉害。对，就是练兴趣。对，我知道，就是当你在使力的时候是吐气的。对，然后其实动作真的就是慢慢的去感受你的肌肉。不要，因为很多人其实就是会觉得要追重量，所以就会一直这样子。可是谁很容易受伤，就是很多比较刚接触的人。然后另外一个动作是，对对对对，就是三头的话，三头对，然后就是可以扶就是看可不可以扶个什么，可以比较椅子的背之类的，椅背之类的，椅背对，然后就是。这样子，然后维持你的手肘不要动，90度的这样子，伸到最直的时候，它就会收缩。嗯，对，这是练肱三头。哎，他一头汗呢，他一头汗呢，滴溜了，好热。他真的紧张，他真的紧张，是紧张流汗，不是真的热。对，我觉得。就想来一杯，很不喜欢，很不习惯这个场合。哦，是，对，有点，对我可能真的。那你几头都做完了？还有肩啊，可以做了吗？可以。另外一个就是三角，对，但其实三角有分前中后。哎呦，现在示范的是大概是中三角的，就是你可以选择靠在墙壁，或者是比较可以固定你的就是核心的地方。然后大概是这样子往上推举，一样是发力的时候吐气，不是，因为有什么？不是擦汗呐！哎呦，他好像哭，没关系，我可以先做。他好像哭了，他眼角有泪水。你自己擦，你有你哭了啊！哇，多亮光，碎的光，你看呐。对呀，没有，我是
辛苦了。可能是因为发热衣真的太厉害。有效果。后悔穿发热衣，真的。对我们的那个IG 留言，大家说，哎，请问一下那个发热衣是什么牌子的？上面的张同学，你下来，请。好，快你摸我大腿，快点。不然我摸哦。同学，第一次来哦。你的手好温暖。我手它有温暖。你的穿发热衣。我穿发热衣，我很温暖。你出来一点呐，一直往里面说哈，为什么穿发？哎，其实你蛮硬的。之前你没有你讲的那么排骨。对了。真的。对。他好紧张，他手都湿的。嗯，谢谢。毕竟没有受过，我还没演完。因为青梅阿姨好喜欢演戏。好，那你要演什么？我演，你说我好了，你说我。你说，你，青梅姐摸我好了，我不敢。我演过啦。我喜欢，我喜有的时候演 A， 我会演 B， 然后我喜欢交换角色。哦，合理。好。我没感觉。我不敢。谁来救他？好。然后呢？台词哈。不是说要这样子叫哦，小姐，你的腿好硬哦。啊，你的腿好硬哦。你这什么脸啦？这样大方就对了。嗯。但是我比较不，我比较不想要那么传统。我们可以十指交扣。好。这是脚趾。不是脚趾。可以吗，张同学？拜托啦，他脱鞋了啦！也是，事不宜迟，快点！这是什么？快点！假的！我的天哪！脚趾交扣！我的妈呀！好美哦！主持人都已经对呀，软趾哎，我软就当上表演课，软好了。张轩瑞，对哈，表演课啊，可以的啦。哇，你脚趾好美哦！对啊，哎，你脚趾超长的，不好意思哦，会计，你帮我们看一下，嗯，他脚趾是不是很漂亮？算是漂亮，是不是？用数学帮我算几公分吗？剪紧吗？三的一点一四。哎，我很少看男生脚趾这么干净，这么漂亮哎，我要看。哦，不是，怎么变成 focus 在我的脚？脚背，这样压脚背会吗？压一点脚背，这样。对。压脚背好奇怪，然后就拍照，对，对呀，很干净哎，很干净。来，换我们了，脚趾交扣，怎么交？难度，对，我也觉得蛮难。加油，要帮表演课的课题耶。好，那就当表演课。没有啊，你要掰开。我用我进啊，不是，你用另外一只脚，对。结果马上就骗到他两只脚都脱了，对，好厉害。然后我们都反正都扣完了，这样，掰啊，你掰啊，掰开，对，啊，有了，不要，我要这样，我要在里面这样。那好，哇，哎，这个播出的时段真的可以。我跟你讲，阿姨哦，脚趾而已啊，蓝阿姨哦，脚趾，55岁的第一次跟男生脚趾交扣。有哎，没有过哎，你第一次 ，Oh my God， 哦哦，他要飞上天了，真的，你第一次，应该不会有人这样子吧？对，我也是第一次哎，应该我，对呀，不错，有一种火花，真的，你们自己看 ，Oh my God， 不是，你甘愿一点吧，就是假笑一下，没有，我在看星星，对，我在看星星哎，浪漫。好浪漫哦，浪漫哦，浪漫哦，在湖边。对呀。哦。仙乐哎。还有流星。仙乐喜欢星星你。好了，谢谢你。好。谢谢。好了，那既然我们都脱了。没有啦，跟你开玩笑的啦。好。哎，
你还要 Q 什么？一起讲，一起讲，一起讲。发热衣的部分。对耶，好厉害。那个，哦好。你，但是我觉得我跟你真的很有默契。怎么了？我有穿凉感衣。凉，这天气穿凉感衣。对。那你，新梅姐你会冷吗？我休得。我骚货，好赞！你怎么好像觉得，哎，快要哭了的感觉？不会啦，不就很难受吗？不会啊，嗯，没关系，等一下去行天宫拜拜，自己盖一下就好，好，还好嘞，开心呐。